我这次的《战狼二》的一个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也许中国的护照不能让你去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中国的护照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带回来。这是我的中国护照，我在普吉岛，我很想回国。吴京，你妈了个逼，你把我带回去啊！我有中国护照，你把我带回去好不好？一天到晚打鸡血一样的傻逼。